轩、金山、姚黛玮。今天节目非常的不一样，因为我身边多了一个他。这一位呢，真的是跟我们一起走过劲歌金曲五十年，就是青山大哥，欢迎。谢谢。哎 ，Debbie 啊，哎，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把我说成了七老八十了啊。其实呢，我现在是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。哎。啊，那意思说你还是很年轻哦。还好还好。那就像我们刚刚节目开场唱的这首《花心》一样，代表您还是很花心喽。哎。我的心并不花，只是我的嘴上呢很喜欢唱这首花心而已。嗯，今天为什么节目一开始为大家安排这首花心呢？最主要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劲歌金曲五十年是一个全新的搭配，全新的组合，全新的新旧融合。我们选择花心这首新歌呢，也就代表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，不管是像青山大哥您会唱老歌，会懂老歌，其实新歌您唱的一样是动听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呢各位将会知道，我们以后的节目呢是新旧的融合，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，只要是好歌呢，我们都有义务为大家介绍，也希望各位朋友们继续给我们不断的支持和鼓励。嗯，这个就今天来问你，节目开始到现在，哎，紧不紧张？好紧张。我觉得还是唱歌比较自在一点。刚刚青山大哥在后台我们准备的时候讲说，我后悔了，我下次不来了。这个话不能讲。不过呢，这个目前为止我觉得青山大哥表现得真的相当好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其实除了现场观众朋友大家的支持鼓励之外，今天还有很多你的老朋友也到现场来给你加油打气了。真的、很多位哦，我们欢迎他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我们欢迎一下孔兰心、王慧莲、金燕、杨佩娟还有张凤凤，欢迎他们。哎，看到这么多好朋友，这个更吃了一个定心丸了吧？哇，太感动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这今天有这么多位好朋友来到现场来祝贺我们这个青山大哥。其实，就据我所知，我们现场啊，我一直在搜寻，应该还有一位更特别的人物在现场，曹澜。哇，欢迎欢迎。谢谢谢谢。酒气满长杯，绽放冰黄来回，却是月生香，飘乱白菜勾味。嘿，你这样乱摆，我这样碎，你这样美貌，我这样醉，却是月生香。他们跳了我也会，跳得比他更够味，却是月生香，对对在满场飞，对对在满场飞，对对在满场飞。欢迎曹澜。欢迎曹澜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么多的前辈在这边都还没唱我就开始唱了，真是。没有，本来这个满场飞呢是要怎么安排？因为这个兰兰啊，其实从开始主持《劲歌金曲五十年》之后呢，以后每到 KTV 呢，新歌全部不唱，全部点老歌，而且每次一定要点这首《满场飞》。嘿，这真是奇怪了，都是吴姐传染给我们的，吴姐贤小姐。啊，对对对 对, 对。不过今天在这边呢，真的是啊，这个哎很感动啊。这个节目呢，还是有这么多这个基本的观众朋友们在喜爱着。同时呢，最感动的就是呢，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，换了一个比我更合适的。青山大哥，谢谢你。
其实不是这样讲，因为我们兰兰啊，我跟这个合作也有两年的时间啊。其实在这两年时间里面，在金歌金曲五十年节目当中，兰兰真的也为我们贡献了相当多现场的气氛啊，然后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啊，就觉得很喜欢你。真的，那今天来进行点歌好了。好啊，来啊，来啊。不过今天真的是很难得啊，能请到这个曹兰呢，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真的，谢谢你啊，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两年来的合作。不客气。也希望你以后呢，离开了我们节目，哎，对对对，常常回来，同时要记得在每一个场合里面，只要能够露面的场合里面，记得都要穿着你的旗袍，发扬我们的老歌。是的，那同时呢，今天啊，最重要的是啊，要看看我带来的礼物。哎，对对 对, 对，除了送了这个姚黛玮小姐鲜花之外呢，还送了一个在里面，这是送给青山大哥，这个真的很难买到，真的，来看一下，很贵重，这个现在哦抢手的不得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啊！哇，好彩头，好漂亮，谢谢谢谢，不错，是一个好彩头，谢谢曹兰，谢谢谢谢，大家在这边呢也祝福《金歌金曲五十年》这个节目呢，能够在青山大哥还有姚姐的这个，姚小姐的，谢谢谢谢，姚小姐的带领之下呢，能够让这个节目呢继续的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更喜爱，也谢谢曹兰，希望自己的这个演艺事业能更上一层楼，谢谢谢谢曹兰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其实我也很紧张，我要跟这个五位姐姐们说一下，因为这个青山大哥平常我们只有上节目啊，这个那平时对他都不太熟悉，要请这个五位大姐来跟我分享一下青山大哥他的个性，然后他有没有什么怪癖，然后这样主持的我这样，这个合作的默契上面的培养比较好一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说你跟青山两个主持的默契，对对对，我觉得你们刚才默契已经非常好，真的吗？以后再主持下去更不得了了。没有，其实我跟孔兰勋，我们二十多年以前曾经合作过，那时候第一次到香港就合作。这样，哎，嗯，哦，那我们是老伙伴、老搭档。这样子，二十年前的他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挺嫩的啊，在香港的时候，那时候真是人家他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讲，现在不得了了，这个出口成章，什么都能说了。以前人家骂他的时候，他以为是人家赞美，他还谢谢老半天的。对，那个时候呢，香港的这个朋友们呢，对那个孔兰勋小姐的评价就是说，他的歌啊，他们广东话讲啊，就是说听出耳油。那时候我不懂啊，怎么耳朵会出油呢？啊，他们说听出耳油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歌唱的非常的好，让他们听得非常非常的过瘾。这样子啊，那不然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，我们让青山大哥跟孔兰勋孔姐两个人来合唱一首歌，合作一首歌好不好？好，来什么歌曲？我们合作的歌实在是很多，挑一首好了，《苏州河边》好不好？好，《苏州河边》吗？苏州河边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二位，我们带来歌曲。千言万语，念作承诺。
20年的老搭档，非常的这样搭配。不是王慧莲王姐，你对青山了解多少？青山啊，因为我在就是舞台上很少跟他合作，我觉得他私底下呢是有很多特色，很多优点。第一呢，他很爱干净，很爱干净，很整齐啊，很整洁。还有呢，就是每个女生呢，大概都不如他，他很会做菜，会做菜。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啊，他就可以从前三天就开始炖了鸡包翅啊，什么什么那些，他都会做，红烧是一流的，他做得很好，做菜一流。对，那么他这个人呢，很吹毛求疵。真的吗？这样子我就害怕了起来。因为他求好心切，比方说他有一支歌他不太熟，或者是一个新歌啊，他的谱音的不清楚，他一定会不管几点钟打电话问你，哎，王慧莲，这个你的歌本拿出来，这个要对一对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对。像前天我说我要出去吃饭，然后说哎不，我说我回来再给你对，好像不行，先把它对完。刚刚本来不紧张了，然后现在听了我们的这个王慧莲姐啊，还有孔兰云姐这样讲，会不会后面还有三个，会不会又开始紧张了？会啊会啊。不，没关系，这样子让你再放松一下，就是唱歌，你最拿手，最在行的。对对对，一唱歌我就很自在，好不好？好，跟王慧莲姐来合唱一首歌曲。好啊。什么歌？月下情歌。月下情歌，来欢迎他们二位的演唱。天上呀，分明是有月亮呀，有呀有月亮。我俩并没有梦想呀，如梦想。月下把情歌唱一唱呀，唱呀唱一唱。杨佩春呐、啊，我就知道他的高音唱得非常的好。高音唱得很好。对，他杨佩春杨姐，您觉得青山大哥呢？我跟他，我记得我刚出道在华国饭店啊，那个时候，记不记得20年前？那时候他跟婉曲在那边唱，我也在华国。那时候我好羡慕他们啊，我觉得他们唱歌好好听啊。不过青山大哥很照顾新人，真的，我真觉得了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你放心放心了，他很照顾新人。我要你照顾我才对。我要你照顾，我要你照顾。20年前那个时候，我们青山大哥是跟婉曲小姐一起合作。那今天轮到我了。对呀、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两个来合作一首歌。站在高岗上、山歌型的这种歌曲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欢迎这首站在高岗上。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，荡起每一片成霜呀，喂山林穿云霄呀，我俩相爱在高岗啊，在高岗。今天对青山大哥来讲真的很过瘾啊，这么多个老朋友来给你加油打气，而且每一个人都跟你这样子对唱，对，而且非常非常谢谢，类型都不太一样。接下来就是火辣辣的热情的经验姐姐。我们青山啊，他的这个人非常的正直、好像从来没有花边新闻啊，真的。他长得一表人才，对不对？对、照理讲看起来蛮花的，但他实在他真的一点都不花，但他很会跳舞，我们两个跳恰恰过瘾。真的吗？那要不要现场讲没有用？来，我们掌声欢迎一下。Cántame la sin, cántame
我要来点一首歌，不是，我不能跳，我要来点一首让金燕姐跟青山大哥两个来合唱，比较新一点，比较现代一点，因为刚刚都唱的都是老歌各类型的嘛，唱一首《无言的结局》好不好？哦，新旧的结合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们来欣赏他们二位带来这首《无言的结局》，谢谢。有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难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。也许我会忘记，也许会更想你，也许已没有也许。结局很好听哎哎，演唱这个新歌也是蛮棒的。不过我们都知道张凤凤的这个黄梅调唱的是一流的。对的。那今天唱了这么多歌，我们还没唱过黄梅调哦。好像没有。您的意思，要请张凤凤小姐唱黄梅调？当然还有要跟青山大哥您合唱啊，好不好？好像很少听青山大哥演唱黄梅调，而且这个黄梅调，尤其是这个《梁祝》啊，《梁祝》里面的梁山伯，我相信大家好像没有听过男生唱那个梁山伯。嗯、对呀、啊，梁山伯是林波唱的呀。哎，对对对，而且都是女生反串唱梁山伯，从来没有听过男生唱。今天呢，要考考青山大哥。好，那就委屈大家了，听听我来唱这个《梁山伯》。这是大家的福气，来，掌声欢迎我们青山跟张凤凤带来的这个十八相送。兄生长在贫门，无时无才怎定魂，学业未成名未就，一时哪有意中人。无怨无怨见于人，青春美貌定无论。文也与我无差异，文貌教人两不分。我与他是同年同月同胞生啊，上前一拜谢媒人，先帝情深意更深。莫怪出言多比喻，原来以为像连魂。可笑我东红头脑太昏昏呀。